是拍假的公队，网络消息是真是假？花西甲台湾熟悉查核中心高雄乡亲知，后来乡亲啊，网络有咧传这个消息咯，讲老大人若惊骨头含烧，也则是囡仔要补钙质，就控大骨汤来啉。乡亲啊，这哦无采工啦，人有做过研究，就爱七十碗的大骨汤，则相当是一杯牛奶的钙质，而且哦。这个大骨汤若控伤久，骨头内底重金属会溶出来，颠倒伤害身体。那你要安怎来补充钙质呢？营养师讲，天然的上好。晒日头、做运动、加食一寡钙质较侪的食物，像这个牛奶啦、优酪乳啦、豆干、乌麻、青菜等等，安尼欠骨本较实在。